动物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，而动物园为我们提供了与动物朋友亲密互动的机会。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浙江省宁波市野生动物园，在这所神奇的动物园中，同学们可以看到机智的浣熊如何找到隐藏的食物，看到美丽的犀鸟如何吃到移动的水果，还能给爱干净的河马刷牙，甚至还有一位重磅动物为我们进行环保演示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要了解今天的精彩内容了？那就与我们一起来到这所神奇的动物园，看看同学们将有怎样的表现吧。一切精彩敬请关注本期的快乐体验。欢迎大家收看快乐体验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怡姐姐，欢迎大家。欢迎大家。看到前面这两个动物你们认识吗？火烈鸟，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我们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在浙江省宁波市野生动物园。今天呢，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就要和动物来一次亲密的接触，你们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啊，那既然来到动物园，陈怡姐姐要问问大家，你们心里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？我最喜欢猫咪，因为猫咪的脸楚楚动人。我喜欢小兔子，因为小兔子很像一个汤圆一样的。好，不错。我们这个穿蓝色衣服的小朋友，你们是什么队？我们是护卫队，我们的口号是保护动物，我们最行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穿绿色衣服的这些小朋友们。我最喜欢的小动物是小狗，因为小狗很忠诚。我喜欢的动物是兔子，因为它的眼睛很像一个红宝石一样。你们的队名是卫士队。你们的口号是小小卫士，奋勇向前。看来呀，同学们对于这个动物方面呢也了解一些知识，但是还不够全面。所以今天呢，陈怡姐姐带着大家呢，在我们快乐体验就一起来学习一些动物知识，同时我们还要学到如何来保护动物。你们做好准备了吗？做好了。让我们出发吧。出发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一关挑战。你们现在看看我们周围环境，这里啊就是我们小浣熊的家。那么今天我们第一关啊就跟小浣熊有关。我们首先呢有请我们的饲养员姐姐，来掌声欢迎。我是小黄姐姐，欢迎小朋友来到我们小浣熊的家。那我们小浣熊都去哪儿了呀？小浣熊都藏起来了。我们今天的第一关的挑战任务呢，就是让小朋友们啊和他们做一次捉迷藏。那一会儿呢，我们两支队伍要分别把他最喜欢吃的食物藏起来，让小浣熊呢出来找食物。哪个队藏得好，小浣熊找出来的食物少，或者呢它的用时比较长，那这支队伍就能获胜。每队分得六块苹果，同学们要将这六块苹果藏到浣熊活动区域内，看看哪队让浣熊耗费更多时间来寻找苹果，耗时更多的队伍获胜。同学们和浣熊来一场捉迷藏吧。好了，一会儿呢我们要跟他们玩捉迷藏的游戏，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跟他们搞好关系。两个小同学呢，他们手里拿的是小泥鳅，小黄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泥鳅呢，它是非常的滑溜，那用手去抓非常的不好抓，放在水中抓握的话难度会大大的增加。所以说小浣熊本领特别高强。对，它的前爪的抓握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，在水中也是相当于一个小雷达一样，能够准确的探出食物所在的位置。好了，来你先去倒吧。哦，你看泥鳅跑得特别快，而且特别滑，所以说这个浣熊的前爪特别的灵巧，它速度特别快，反应也很快，眼睛也很好。它们前爪的抓力太好了，这么滑的泥鳅都可以抓起来。泥鳅滑唧唧的，还游得那么快，它都可以抓到，真的挺厉害的。它们是夜行动物，在晚上怎么能抓泥鳅？它的眼睛会发亮，像灯泡一样，探照灯一样。对，走吧，我们去外面看看同学们喂苹果。哇，好大劲儿啊！一下把我三个全吃了，好厉害。从签子上拿手把它给拿过来吃掉了，那个样子非常可爱。你们仔细观察它们的牙齿啊，看一看小浣熊的那个爪子尖尖的，像人的手一样的。它的眼睛黑溜溜的，所以很可爱。喂的时候我拿给它，然后它直接把我全部的都吃了。
浣熊比巧大呀，一下就把两个苹果直接抢走了。好了，现在呢，同学们已经跟小浣熊进行了一次非常亲密的接触，为了这个苹果，而且还为了泥鳅，你接下来真正的挑战任务就来了，你们要把苹果藏到它找不到的地方。来，我们请卫士队做准备。现在呢，我们饲养员姐姐手上呢有一盆苹果啊，待会我们同学们呢要拿着这个苹果把它们分别藏好了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我们大概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小浣熊。小浣熊呢，它并不是真正的熊，它们有着自己的浣熊科。之所以叫浣熊啊，因为它们在捕捉到食物的时候会放在水中啊洗去泥沙，那因此呢也是有着浣熊这个称号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苹果分发给同学们吧。来，一共是6块苹果，看看浣熊最后能够找到几块。开始藏吧。准备放到哪里？我准备放在那个小洞里。好，哇，藏得好隐蔽啊！小黄姐姐，这个小木屋是平时浣熊们喜欢待的地方吗？对，喜欢进去。我发现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，我把苹果藏在了小木屋的一间角落里。现在呢，我们看到同学们有藏在这个树洞里的哈，还有藏在这个小木屋的，还有就是吊床。浣熊喜欢玩吊床吗？喜欢玩吊床，他们在天气好的时候嘛，会在吊床上来回晃啊，很会享受。那浣熊它的寿命大概是多少？8到12年。8到12年。对。现在同学们的这个苹果已经藏好了，来，我们请饲养员可以把浣熊请出来啦。好的。啊，浣熊出来啦！来，开始计时，看看有没有浣熊找到。哎呀，有一个差一点就去吊床了，那边。哎呀，他路过了，还是没找着。不在水里哟。哎，有一个过去，有一个去那儿了，去箱子那儿了。哎，快去了。好了，找到了第一块。很惊讶，我本以为他找不出来，觉得放在那里比较隐蔽，没想到他都找到了。小黄姐姐，那个洞那么小，它身体这么大，怎么进得去啊？因为咱们小浣熊它的骨骼的柔软性啊是非常强大的，就像练过缩骨功一样，它可以进入缝隙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。现在已经过去2分钟了，只找到了一块。我藏得特别的隐蔽，我以为那些草和树会遮挡苹果的气味，结果还是被小浣熊找到了。他们怎么不上吊床呢？哎，找着了，哎，又来了，闻到了，哎呀，太聪明了。其实这个浣熊的嗅觉也很灵敏哈。对，小浣熊嘛，它的嗅觉和触觉是最强大的。那个树丛里面看到了没有？第4块、第5块也找着了。我藏在树丛那儿，小浣熊还是很聪明，他们最后还是找到了。刚才是3分49秒的时候呢，已经找到了5块，还剩最后一块啊。我感觉他们很聪明，连这么隐蔽的地方都能闻到苹果的香气。好了，我们最后一块找到了，是9分25秒。嗅觉灵敏的浣熊把卫士队藏的苹果都找到了，真是太厉害了。接下来轮到护卫队上场了，他们藏的苹果会全都被浣熊找到吗？我们3、2、1开始，我们看看他们要藏在哪里哈。哎，想想你们俩要放在哪里？为什么找不到？小心啊！好，放好了，下来，下来。看我这个。好，好了，欢迎各位浣熊宝宝们，计时开始，找好吃的啦！哎，你看有一只聪明宝宝过来了。哎，看，他闻到了，应该。看着，哇，进去了！好了，第一块找到了啊，2分钟的时候第一块找到了。
浣熊的嗅觉太灵敏了，藏在海豚嘴里还是被找到了。哎，第二块也找到了，那个藏在洞里的第二块找到了。我觉得浣熊的嗅觉特别的灵敏，连我藏在很深的地方它们都能找到。看那个爬网的，哇，所以说小浣熊的嗅觉非常灵敏，对不对？藏在这个海豚的筒子里他们都能闻到。已经3分40秒了，还有三块呢啊，找一找，找一找。他们平时喜欢上屋顶吗？平时不怎么喜欢上屋顶啊，所以藏在屋顶的同学比较聪明。找到了，哎呀，这一块找到了。现在无畏队的用时是9分55秒，还有两块没有找到，所以说我们这关挑战成功的就是护卫队。刚才呢，我们第一关的挑战呢是和小浣熊亲密接触，我们获胜的是护卫队。我们卫士队也不要气馁。那么在第二关的挑战当中，我们会接触什么动物呢？你们猜一猜。犀鸟。对，是犀鸟。我们先有请我们的饲养员姐姐，您在这里简单的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这种动物。啊，晴晴姐姐，我先请犀鸟出来，我再给大家介绍。好，那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神秘来客。啊，哇，好漂亮啊，像风筝一样。啊，又来一只，啊，好多呀。对，刚才向咱们飞过来的有双脚犀鸟，还有花冠皱盔犀鸟。嗯，那咱们大家可以看到，双脚犀鸟它的样子是非常的特别。因为它的前缘呢形成两个角状突起，又如犀牛鼻子上的大角，又如古代武士的头盔，因此得名双角犀鸟。当然它们也是一种巨型的鸟类，因为它们在张开翅膀的时候体长可达120厘米，展翅时可达140厘米。那接下来我们这个挑战呢就要跟犀鸟有关系啊，每一队有3名队员在定点来投喂犀鸟，那么另外两位呢要站在我们的这个位置来向空中抛洒食物，让犀鸟来接。那么最后呢，哪个队的犀鸟接到的食物多，哪个队就获胜。那我们这次让我们的这个护卫队先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做准备。每组分得25块水果，每名队员5块，每队先派出3名队员向定点投喂犀鸟，另外派出2名队员抛喂犀鸟，喂食成功次数更多的队伍获胜。同学们，你们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？现在呢是我们的定点投喂啊，每个队有3名队员在这里做定点投喂，15块苹果，我们看看他们能接住几块。好，开始，别扔太高。好，接住一块。对，好，哎呀，真漂亮，干得漂亮啊，再来。好，离得近了啊，来。好，护卫队的定点投喂是7块苹果哈。钟然喜他就投得非常准，一投就一个准，因为呢没有瞄准确，最后呢苹果掉到了地上，那我回去应该再练习一下瞄准性。好，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空中抛喂哈，那这样做呢是为了训练犀鸟它的野外生存能力。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护卫队的2名选手已经准备好了啊，每个人呢有5个西红柿。好了，来，来，快抛，快抛！来来来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！我觉得这个难度蛮大的，需要在它飞过来前就把食物扔上去，它飞过来的时候接住。来，抛，给抛！进了！往天空抛，往天空抛！对，好嘞，接到一个。护卫队的空中抛喂结束。其实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哈，一个是对于我们这个抛的这个人，他要掌握一定的这个要领，同时呢我们的犀鸟他们也得有一个这个接的能力的一个训练，同时进行。对，这是一个长期默契配合的一个过程，所以呢让孩子们来感受一下，体验一下哈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难？是。嗯，你们一共接住了1块食物，我们等待下一组的表现。
吗？我用手一抛，它就灵巧的接住了。圆圆，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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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好嘞，两个非常不错。它是鸟类，它能飞，所以很难扔重。抛，抛，往上抛，抛的高一点。来，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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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嘞，接到一个，不错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第二关的挑战结束了，大家已经感受了一下我们给这个犀鸟投喂食物是不是有点困难。嗯嗯，因为它们是飞行类的动物，所以呢我们为了就是保护它们的这种野外生存能力，我们的饲养员姐姐呢每天会给它们空中抛食，为了让大家又近距离的来接触我们的这个动物呢，也给它们做一些定点的投喂哈，让大家来亲密的这个接触一下动物。今天通过挑战，我相信同学们应该学习到很多的这个知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要公布一下成绩，定点投喂和空中投喂呢相加，我们护卫队一共是投喂了8个食物，那我们卫士队呢是7个食物，所以我们获胜的就是护卫队，恭喜你们。我觉得队友们发挥的挺好的，但是我这一次没有发挥好，我应该多扔几个，有几个我差一点点就中了。我们卫士队啊加油，我们接下来还有2关的挑战，准备好了吗孩子们？准备好了。好了，接受挑战吧，加油加油。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快乐体验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英姐姐。现在呢我们是在宁波市野生动物园，咱们看一看我们现在来到哪里了。河马馆。哎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同学们和河马馆呢就有一次亲密接触的机会。我要问问大家，河马在哪里生活？在水里。哎，在水里。河马最喜欢吃什么东西？水果。水果。喜欢吃鱼。河马喜欢吃水草。那你们回答的正不正确呢？接下来我就要有请河马馆的饲养员叔叔来揭晓正确答案，我们欢迎饲养员叔叔。大家好，我是河马馆的饲养员啊，我叫范祥龙。那刚才呢我问他们河马最喜欢吃什么呀，他们有说水草的，有说水果的，还有说鱼的，究竟哪个答案比较正确呢？最接近的应该还是水果或者水草之类的。正确来理解应该什么都能吃，但是主要还是以吃那个陆地上的草为主啊。好，我们3关的挑战任务就是给河马刷牙，一会儿呢我们每队派出2名队员，那么谁刷得干净谁就能获胜。这个裁判的任务呢就交给我们饲养员叔叔啊，一会儿来判定一下哪支队伍给河马刷牙刷得又干净又快。接下来呢我们让饲养员叔叔呢带我们去近距离的观察一下河马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我们出发吧。10分钟内，2支队伍分别给2只河马刷牙，由饲养员评定哪支队伍刷得好。同学们快来帮助河马朋友保护牙齿吧。在这里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，河马馆里面呢有一个刚出生20多天的小宝宝，他现在会爬吗？会走会爬，生下来大概3-4天左右就走得比较好了。他刚生下来有多大呀？大约有60公分左右。他的妈妈就一直潜在水底下，他妈妈拿头压着他不让他乱跑，这个小孩子一样特别调皮，他到处乱走的，把他套在嘴里。对，给他压在那里。我说他怎么那么乖乖的趴着呢？很调皮的。妈妈潜在水里大概要多长时间要出来换一次气呀？我们的母河马属于大型动物，它是靠肺呼吸的，肺活量比较大，它一次憋气大约到5分钟到6分钟左右。那它现在是吃母乳还是？吃母乳。河马吃母乳的话大约也要接近10个月到1年左右。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它的这个性别是吗？对，具体还没法判别，再大一点它走上来了时间长了多一点了，我们就能观察到它怎么样了。现在他一天到晚还是在水里的时间比较多，总是被妈妈压在这个底下哈，只能说是通过肉眼来观察。对，是不是？对。告别了可爱的河马宝宝，我们的比拼就要正式开始了。奶奶过来了。河马平时他最爱吃的就是苹果和胡萝卜哈，喜欢甜食，所以呢他要刷牙，所以蛀牙要刷牙。再来，再来了一个，好，张嘴，好，给他扔进去。哎呀，真棒，赶紧拿一个。好的，他天热的情况下就愿意在水里，天冷天热都是在水里，只有吃东西才上来，我们给他喂东西他就上，不给他吃马上就回去了。他要在水里保持自己皮肤的光滑哈，对，潮湿。
我们刷牙跟家里盐的话就具备杀毒消菌作用啊。嗯，然后一只手拿苹果，一只手拿刷子，看谁在他刷的时间长啊。来，你先刷。哎，拿起来高一点啊，一只手刷，苹果拿高一点，嘴巴张开了，那只右边就能刷了。牙刷了，一只手拿高一点，一只手刷。刷刷刷，对，就这么刷。哎，好，刚吃了那么多苹果哈，好甜。对，张嘴，来下一个你，换一个人。准备好啊。快来刷牙，快来！啊，刷刷，他张嘴的时候刷，抬高一点。啊，张嘴，张嘴。好，来，好，好，哎，对，好，再往前一点点，对，好。刷牙时间结束，下一支队伍的表现会如何呢？准备啊，他张嘴的时候你就可以刷了。张嘴，刷牙啦，刷牙啦，好，爱洗澡，爱刷牙才是好宝宝。好，刷刷刷，伸出去，对，刷刷刷，好，快刷快刷刷，看到牙就刷。看，看看这样刷，好。对，来得高一点。我当时一看见河马，哇，好大，超出我的想象。好，刷，刷刷，再刷再刷，快。哎，对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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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两支队伍的同学们呢，既给河马喂了食，同时呢，还给他们刷了牙。那么究竟哪队刷得好呢？我们先来悄悄地问问我们的裁判员叔叔，刚才您觉得哪一队刷得比较好？我们看绿颜色这个队伍比较好一点。好，绿色衣服的是卫士队。卫士队，因为可能很多同学呢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河马哈，可能难免会有点害怕呀，或者是不熟悉。所以我想问问您，平时我们给河马刷牙要刷多长时间呢？给大河马刷牙的话，十几二十分钟应该是没问题的。要刷十几二十分钟啊？他一直刷很享受的，你给他刷牙他是很舒服的。那谢谢饲养员叔叔，我们一会儿来给他们公布成绩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第三关的挑战给河马刷牙任务结束了。在我们公布最后的胜负结果之前，我先来问问同学们，你们知道我们正确的刷牙方法吗？第一次挤牙膏时要挤豌豆粒大小的牙膏，不能挤太多，如果挤太多了会造成牙齿的不良习惯。我们刷牙的时候要注意，要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前前后后，里里外外的刷。刷够多长时间？3分钟。对，刚才你们给河马刷牙的时候注意了吗？河马刷牙用的是什么？海盐。好，用的是盐。那我们问问这个饲养员叔叔，为什么要用盐给河马刷牙呢？给它带点杀菌或消毒的作用啊。好，那么根据您的这个多年经验来判断一下，刚才两支队伍哪一支队伍刷牙刷得比较好？应该还是我们这个绿颜色的这个队伍，他们刷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一点，刷的面积也多一点。那我们恭喜卫士队获得我们第三关挑战的成功，恭喜你们。我觉得我们同学表现特别好，仅两个人就把河马的牙刷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丝瑕疵。虽然他们长得不是太好看，但是还是比较温顺的。我在给河马刷牙的时候呢，我的牙刷差点被它吃了，所以呢耽误了一点时间。好了，现在呢我们三关任务结束了，还剩下最后一关。我要告诉你们，在最后一关当中啊，我们会碰到一个庞然大物。在自然界中，什么样的动物是属于比较大型的？大象、长颈鹿、狮子、豹子。好，还有老虎。就是我要对刚刚的那位女生反对一下，她刚刚说有豹子，豹子体型比河马小得多，没有那么的大。然后呢，我还觉得有非洲象和亚洲象。那么非洲象和亚洲象有什么区别？那我们最后一关当中是否能见到大象？带着这个疑问，让我们开始第四关的挑战。加油！加油！在挑战之前，陈怡姐要先问问你们，垃圾分类你们都了解吗？了解。我们的垃圾是怎么来分类的呢？谁来告诉我？有害垃圾有电池、电脑，放在厨余垃圾的里面有苹果、梨、鱼，放在可回收垃圾的有纸壳、卫生纸，其他垃圾有纸尿裤，还有用过的纸巾。那究竟这些答案对不对呢？别着急，我们接着呢还要请上来我们的饲养员姐姐，来，有请。
非常熟悉啊，还是我们的小黄姐姐要给我们推荐一位分类垃圾的高手。这位高手就是咱们这里的大象先生，他的年龄27岁，也是大象中的一名小伙子。在分类垃圾上面他是一个高手。对，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，同学们提出了这个亚洲象和非洲象，那具体的区别是什么？首先呢，要看它们的外观。亚洲象它公象是拥有象牙的，母象是没有象牙的。嗯，而非洲象是公象和母象它都是拥有象牙的。大家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好，一会儿我们每个队员的手中呢会发3张卡片，这个卡片上面呢会是一些物品啊，或者是蔬菜水果之类的，需要大家把它们正确的分类。哪个队分类的垃圾正确数和我们的大象比较接近，那么是哪个队伍就成为最后的赢家。好，做好准备，我们开始挑战。每名同学随机抽取3张卡片，对卡面显示的垃圾进行分类，分类正确率最高的队伍获胜。这关比拼之后，大象先生也将为我们展示垃圾分类，同学们期待你们的表现哟。来，我们看看第一位同学拿到的卡片上面有什么。我的第一张呢是花生壳。花生壳属于什么垃圾？是属于厨余垃圾。好，厨余垃圾是哪一个？厨余垃圾是绿色的。好，我的第二张呢是旧鞋子，属于其他垃圾。我的第三张呢是杀虫剂，属于有害垃圾。好了，刚才这位同学有花生壳是厨余垃圾是对的，旧鞋子你放的是其他垃圾，正确答案应该是可回收垃圾。那么有害垃圾是杀虫剂，是对的，破了一个啊。来，我们看看第二位同学。我的第一张是贝壳，是属于厨余垃圾。第二个是修正液，属于其他垃圾。第三张是酒精，酒精属于有害垃圾。贝壳应该是其他垃圾，记住了吗？我的第一张是水彩笔，属于有害垃圾。第二个是剩饭，厨余垃圾。好，最后一张是过期食品，厨余垃圾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刚才水彩笔它放进了有害垃圾，水彩笔是我们经常用到的文具，应该是其他垃圾，错了一个啊。好，来下一位。我的第一张卡片是灯泡，它应该是有害垃圾。好，正确。第二张是蛋壳，它应该是厨余垃圾。我的第三张是面包，它也应该是厨余垃圾。好，完全正确。我的第一张卡片是镍镉电池，应该是有害垃圾。好，正确。第二张卡片是废墨盒，应该也是有害垃圾。好，回答正确。电风扇应该也是有害垃圾。电风扇它是可回收垃圾，我们应该放在这个桶里啊。也错了一个。我的第一张卡片是旧书包，它应该属于可回收垃圾。好，正确。第二个是纸箱，我认为它也属于可回收垃圾。最后一张是旧书本，它也属于可回收垃圾。好，回答正确。护卫队这一关的比拼当中呢，有4个垃圾分类错误了，我们一会儿看看我们卫士队的表现。我们有请卫士队做准备。现在是我们的卫士队。我的第一张卡片是旧书本，可回收垃圾。正确。来下一个。这个是纸箱，我觉得属于有害垃圾。来下一张。这一张是贝壳。贝壳属于什么垃圾？不知道。贝壳属于其他垃圾。还有一个错误，纸箱应该是什么垃圾？可回收。它可以继续被利用，要把它放在可回收垃圾当中。错了2个。来下一位。我的第一张卡片是电风扇，应该是有害垃圾。好，你先放进去啊。第二个，水彩笔，我觉得应该属于其他垃圾。最后一个来的是旧书。
生壳应该是厨余垃圾。现在卫士队的垃圾分类呢也结束了，究竟两支队伍哪支队伍能获胜呢？我们有请我们的另外一队上来，我们再公布答案。马上就要揭晓今天谁是冠军哈！我们在公布答案之前呢，我们要先跟大家来说一下，刚才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卡片上面的物品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，也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，容易出错的是哪些呢？比如说电风扇，电风扇其实它是属于可回收垃圾。旧鞋子，回收垃圾。哎，刚才有同学扔错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为什么要学会垃圾分类呢？同学们能知道这个道理吗？因为酒精是有害垃圾，比如和厨余垃圾混在一起，就很有可能生起火了。而且不同的垃圾混在一起，就会造成对环境的伤害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在动物园当中来进行一次垃圾分类呢？因为呢，我们人类和动物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，我们只有保护好环境，才能使我们的人类和动物能够繁衍生息下去。所以保护环境，我们人人有责。哎，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环保小卫士，可以做到吗？可以。接下来我们请饲养员姐姐来公布一下我们最后的挑战结果是，护卫队他们错了四个，卫士队错了五个，所以咱们今天获胜的就是咱们的护卫队。我对垃圾的理解已经有了初步的认知，我还对垃圾分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我当时是最后一个放的，可能是因为就因为我最后那一个放错了，就导致我们队输掉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跟着饲养员姐姐一起去看看大象先生是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的，掌声欢迎。好，骨头是什么？厨余垃圾。好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电池。电池是什么垃圾？有害垃圾。哇，好，现在他拿的是什么？瓶子。看看啊，我觉得大象特别厉害，他把垃圾分类精准不错的每个放在每个垃圾桶里，他就感觉好像像人一样，懂得饲养员叔叔是什么意思，就把垃圾递过去了。然后他在跟我们打招呼，你好，你好棒啊！大象在以他的方式跟我们交朋友呢。你好，大象，哇！大象对我们的祝福，谢谢你，谢谢大象先生，谢谢你。看了大象垃圾分类，感觉大象好聪明啊。又看到大象泼水，又感觉大象好厉害啊。欢迎大家回来，这里是快乐体验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英姐姐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十二位同学在我们快乐体验和动物进行了亲密接触，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够仔细的去观察我们的动物，了解动物的生活习性，从而能够更好的保护它们。你们可以做到吗？可以。那么经过四关的挑战，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护卫队，恭喜你们。我觉得我们队取胜的原因是我们平时积累的知识比较丰富，我们和动物生在同一个星球上，不仅要保护自己，还要保护小动物，不能让他们受到伤害。那我们另外一队呢，就获得我们体验之星的银牌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我学到了要保护动物，不能伤害动物，小动物们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。好，感谢同学们的参与，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